哇塞，我觉得他们这么他们那个国家进夜店也都是跳这种的，对，对吧？夜店，你都是跳这种，蛮酷的，蛮酷的。对，每个人都在动他的这个臀部跟腰部。那我们跳完这个中东肚皮舞之后，要继续来我们的电音 party， 好不好？也慢慢的呢，我们已经要接近我们的整个压轴大戏了，好不好？待会我们最后的压轴那个团体就要上来。是的，在上来之前，我们先稍微。 再来电音一下，再来把自己的这个活动一下，筋骨再嗨一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准备好了，要嗨一点啊！好不好？再次开始我们的电音 party。